大家晚上好。好。我姓陈，他们都叫我查理。今年呢，我是64岁了。我是七月的头啊，就接触到这个太赫兹水仪，那我就买了一台来用，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啊，以前我这边都有那个黑斑了，啊，现在我的脸都比较亮，比较化了。啊，年轻了很多了。用了多久啊？你用了多久啊？啊，到现在是一个半月了。一个半月了啊 ，OK。一个月半了。一个月半了 ，OK， 很好很好。啊，你每一天喝多少水啊？啊，最少有一站了，三个 liter 半。三个 liter 半了 ，OK OK， 很好。啊，时常喷了。时常喷。啊，不停的喷了。对。啊，眼睛，啊，我用那个喷的，还有眼睛呢，就买一个 nano spray， 那就比较幼的了。啊，就眼睛就如果驾车啊累啊又。喷一喷啊，给他眼睛没这样累哦。这时常有驾车跑上跑下了。OK， 谢谢 okay, 谢谢谢谢。好，谢谢查理。还有吗？刚刚你喷了几次吧？两次。两次而已哈、哦，然后感觉什么感觉啊？还会拉，它的根很紧是吧？很紧张吗？很紧啊、哦，然后是、哦、是不是现在没有这样，不要没有这样发烧了？没有这样烧了啊？哦，我天天很烫的啊，很烫的嘞，是啊、我手哦，两次而已哈、哦，哦，手和皮肤哦，很烫的嘞，很烫的，现在没有嘞，现在没有了，没有没有这样烫了 ，OK， 它烧就会痒了。都是都是平人，平人的人。啊，你邻居最有姑娘啊，太子。有一个月差不多了。哦，了你们安怎啊？怎么样？会使啊，好啊。啊啊，我会回，到时有接十年、十二年了啦。十比呢？你是十二年回关？回关呀。啊。了，接了啊，一点只无米一路，无米一路，你看咯。嗯。了，不是安怎接掉咯？接同叫人介绍我这叫。太和子啊，太和子咯，都领着过嘞。我两只龟子呢哦，我还会分一三龟、一二龟呢哦。第四是只叫一二龟。马路只啊，只无龟只三四只，安怎咯？所以领差不多一龟子安尼啦。哈，差不多尔咯。哦。了，食得好啊，人轻松个轻。所以讲希望讲会管的人啊，领咯对，啊好，买食又是更加好咯对。啊。嗯 ，OK OK。好啊 ，OK。食得好啊 ，Thank you， 你分享啊。我是从资粮来的，我有白内障，刚开始有白内障，然后眼睛啊，眼球这边感觉到有一层东西粘住啊，很不舒服，然后一下子它粘住了啊，要一直擦眼睛啊，擦好像要拔起来它的东西，很不舒服就对了。然后我这个太和水射哦，射了啊，两天半了，它没有感觉到有东西粘住了。哇，这是啊，是这样子。然后如果坐车啊，坐车的时候，因为路途很远呐、啊，从资粮来关丹很远，所以眼睛有点累啊，疲劳，很想睡，有时候感觉到好像睁不开了呢。这个太和水来射。眼睛哦，射了很有精神，就可以继续那路程可以继续跑了。嗯啊、还有这个姐姐，我记得哈、哦，因为我记得我们是上个月见面的，啊、还记得吗？对不对？当时我记得你是第一次来拿水是吗？我们在 APEC office 的时候啊，是第一次嘛，对不对？我记得哦，啊、是当时你还记得吗？我是跟你喷的。是我跟你讲说，这个水喷了眼睛可以改善眼睛的问题，对不对？你就从那个开始用了吗？是对对。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7月22号左右吧，应该是不错。我们要回去，来关丹了，对不对？啊，我就是拿这个太和水，啊。所以是不是你感觉到已经省了很多钱？是，而且然后我们在资粮那边啊，平常啊。在靶场工作啊，有时候啊，烧巴什么什么，天气很干燥啊，拿来射啊。那我听他们讲那个太和水啊，直接那眼睛啊、眼球啊，什么淋太和水啊，淋给他湿湿这样啊，一直擦擦眼睛或是什么，他那个眼球就会很好。
很爽。谢谢。叫什么名字啊？阿星啊。阿星，对。啊，你有什么问题啊，阿星？没有，本来我的眼睛两边啊，黑眼球跟白眼球那边生沫，好像地图这样子啊。OK。过后我碰啊，十一天左右啊，十一二天我的沫就剥到完了。现在是、啊？现在还有一点点呢、啊，很好了啦。哦，连、你是那，你除了那个眼沫是看不到是吗？啊，也他不是看不到，看得到，可是他墨啊很不舒服啦，弄到眼睛不舒服。哦，你会啊哈、啊。过后我喷了啊，就是他的墨不见了。哦，你看不到那个墨了啦，是吧？啊，现在墨没有了。哦，喷不了，喷十一天。喷啊。有喝吗？啊、有喝。那包括你的手势那天是跌伤的是你啊？被倒啊，你讲。哦，就是你啦。啊、过来，我没擦药水，没有去洗，没有什么啦、就是用这个水来洗。哦。用这个水来洗，就是喷，每天喷啊，当天。很够力的嘛，是是是。过后啊，晚上我会睡觉，会弄床单、床被那些啊，不会有干到完哦。那我们在阿姨家送水、送爱心、送健康，这样。阿姨的脚现在好很多了。我喝这个水是一个月。多一点点，多几天，他俩瘦了很多。我本来是63，现在57。哇，瘦了6公斤了，哇，瘦了。我这个衣服哈、是买来过年穿的嘛，没有那时候穿不好看啊。好像包放假的那外面。买包中。哦，包中间，包中间，OK。哦，我现在今天拿一穿，咦，好哦。可以穿了哦。还有一个就是，升级装啊，升级装对，升级装对对对，来你算哎，对嘛，对啊，几天又痛，几天又痛，现在没有了哦，不会痛啊，我觉得这个水真好，所以大姐是每一天都在喝，那你的脸部有在喷吗？我喝这个，这个桶啊，差不多这样一桶，大概4L一天，5L多一点，嗯，哦，很好这个，那你有在喷吗？No, 有在喷了，他们讲我的脸更光、更亮、啊、更年轻，没了。哦，那恭喜你，恭喜！好，我的朋友今天他没有来，他的手是给那个火烫到，哎，哦，他那个脚又很痛哦，他就想到，哎，我天天拿水给他喝吗？对，他去拿去震，哇，一下子就不痛了，对，很神奇啊，讲。而且不痛的话，对对，它也不会那个起水泡，对不对？就马上就像那个干掉嘛。还有我妹妹，她拍那个安迪的照，那个女人喝了3个月，她眼睛看不到很蒙，啊，跟她的脸很皱啊。对。她喝了3个月哈，我妹妹跟她拍，她没有喝之前她就拍，喝了之前她又跟她拍哈，不一样，她眼睛可以看到我妹妹的，用个那个眼膜了。Okay, 啊，他的那个皱纹啊，都没有皱纹了哦，真的差很远哦。Okay, 哇，很好啊，这个可以带个字。很好的，好，谢谢，谢谢。好，李大哥，你好。你好。哎，今天非常很高兴有幸碰到您哈。那今天让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喝了这个太和的水，您的前后有什么样的改变啊？谢谢您哈。不客气。我是7年6月份嘛，接触到这个健康好水，然后开始还没喝水以前，就是说我有20年的直肠炎嘛，还有满头都是白头发，还有身上一些小毛病嘛。然后自从7年6月份接触到这个好水以后，就逐步的身体逐步的改善。我到现在已经有16个改变了，从外，从里到外，第一个改变，从我的外面，你们可能去年有人看到我的，可能是我都是满头的白发，还有我这个最大这个脸型，现在已经这个形状了，以前是肥嘟嘟的，然后。脖子是这么粗的，你现在发现到我没有？我现在脖子已经很细了，有没注意到我？是。好，还有我这边一个非常大的老人斑，我喝水喝了2个半夜的，基本上见不到了，就这么一块。哦，
以前我这个这两边的那个皱纹是非常多的，现在是看不到了，就是这样，你看一下都这期都看不到、啊、以前很多皱纹这边、哦、是啊、哦、还有我以前是170多斤吧，差不多180，现在我的体重大概是145吧，瘦应该有30斤了。喝了多久？我现在14个月了。14个月。对。好、嗯，还有我整个身体啊，这些就是经络已经全部打通了。嗯。就是说里面看不到的东西。嗯。啊，然后我整个肠胃现在就是说每天早上准时去大便的时候，就是消化都是那么长一条，这都两节就很粗的那种大便，非常好。因为我这个直肠炎以前就是不消化不吸收嘛，很难受。哎，对。然后自从到现在就14个月，我觉得这个水真的，我7年8月27号就带到我们老家晋江去。也很多家乡的人也喝到这个水，身体改善了，不管是尿糖尿酸的或者血压高的，还有一些风湿腿的胃病的，还有那些淋巴结节的，这些人都喝我这个水都身体改善了，也很多人自己买这个健康水回家了。他们其实他们也是现在也是带着跟我们一样的身在大理在做分享做推广，认为说这个觉得做这个事情真的很有意义，一辈子。因为我以前做传统生意做物流嘛，自从我接触到这个水好水以后，我就给自己定个愿，一定要下半辈子就我就做这个事情嘛，我要传递更多的爱，更多的健康给别人。我就分享到这么多。好，谢谢你，谢谢你大哥，太感恩你了，感恩。你这个脚用水用了多久啦？啊？用水用了多久啦？一个月是吧？一个月。之前是烂的哈。现在已经好了哈。已经好成这样子了啊。太有福气了啊。他也刚强也累了。他这个是长了。阿姨一起啊，阿姨喝了没有？一会儿，早点喝。要喝啊，好，继续坚持喝，会越来越健康的啊。我们刚到阿姨的家这里、啊嗯，脚好很多了，今天。啊，比年来，我们比年来一点。我喝了，马上见效。3个星期，从25.8掉到现在的5.3到4.2。啊，姓廖啊，啊，然后你之前的啊什么啊，这不是Mr. 廖老大啊，他之前的血压是180多啊，他现在你看我访问他一下啊 ，OK， 的廖。下面几多？现在90多啊？下边啊，下面下边的心脏啊，40多。40多。40多，心跳40多，再回来喽。现在之前是180多，血压高。血压高181。哦，喝了这个水2个星期。刚刚一喝吓死我，181啊。啊。现在好了，130多，过了多久啊？喝了2个礼拜了，我喝了。哦，喝了2个礼拜了。哦。哇，现在133-168正常哦。哇，真的，太够力了。哎，你坐下一下，你坐一下。他的腰血压高腰腰安利了，安利现在。你的血压高腰还有测吗？啊？你的血压高腰还有测？我最低的啦，现在只是半粒。半粒啊？还是医生叫你也是自己吃哦？我自己吃啦，自己做医生啊。自己做医生啊？哎呀，你要注意哦啊！不要开玩笑哦。我早上量一次，晚上量一次。哦，你自己做自己来量啊？嗯，自己量是吧？这样很好啊，真的哇，这个太
这样子啊，你要谢谢这个什么啊，美灯，美灯嘛，美灯眼镜啊，反射，反射，叫什么？太赫兹，太赫兹健康水域，还有你的妹妹也是啊。你访问她的今天晚上我们在丁家奴啊，今天晚上啊，7月20号啊，那大哥什么名啊？严颂让，严颂让是吧、？OK， 那大哥今年多少岁啊？67，67岁了。OK， 那大哥现在是什么问题呢？肾有问题，肾有问题了，对不对？正在洗肾，正在洗肾啊，洗了多久了？三年了哈、啊。OK， 那你洗肾一次要多少费用啊？费用是佛教处吧，有啊，很少的啊，我啊，好像那个他要 testing 那个那抽血去验啊，那个是我们自己出，只是洗肾就是免费。然后洗肾的时候呢，是不是刚刚接触了我们的这一个太赫兹水呢？喝了多久啊？我这个是刚刚还没有到一个月，才喝一个月而已啊，还不到一个月，还不到。哦，那喝了过后你有什么改善呢？喝了过后好，我感觉到好像比较精神，比较精神。OK， 好，那还有什么改善呢？其他的还没有发觉到。哦，那你在洗肾的中呢，还没有喝太赫兹水的时候，会不会小便啊？会小便的啦。OK， 那喝了太赫兹水会不会小便更多呢？对，对吗？对不对？更多了哈。OK， 那想问一下大哥，你洗肾啊，就是你现在喝水的量多少啊？喝太赫兹水啊？量我将近500-600。啊，你都这样罢了。你在洗肾的时候500-600啦。啊，半支了。OK， 那你现在喝太赫兹水，现在已经喝了多少啊？这一个月内？一个月。现在的量多少啊？量差不多一罐。一罐啊？1.5呢？还是一个零？他给的罐，那个罐。那个罐啊？啊，那个大的。大大的。那个1.5咯，那个1.5咯。那个1.5。1.5对，1.5对。那个喝1.5啦哈。啊。OK， 那喝得很精神是吗？啊，喝了我。才喝一个月而已是吗？还不到一个月哈。好，谢谢大哥啊，谢谢大哥的分享，谢谢你啊，功德无量啊。啊，好。那很高兴啊，我们都认识有一年哈、啊，从去年的4月份，我第一次见你啊，新兴村的第一场会议啊，见到你哈、啊，就是你在接触我们水的时候，身体的改善，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嗯，就是我去年接触水呢，也是一对朋友，他们是学佛法的，他们也关注我的身体状况，那个时候我的比较严重。在医院抢救很长时间，双肾衰竭、心脏衰竭、肝肿大、肺水肿，心包积液、腹腔积液、胸腔积液。那这种情况下呢，当时我觉得我那个主治医生啊，就在这个诊断书上面这么写，然后告诉我们，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其实不知道如何处理，尽量的去。我延长我的生命抢救的话，最多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也是辗转了很多医院不断的治疗，但这后面呢总是不稳定，经常要进医院，总共在 ICU 病房里面进出有5次。费用的话应该接近100万，送在医院里面，就是把这叫秘密在这。那在整个过程当中，那对学佛的夫妻呢？一直关注我的情况，因为他们人也很好。偶然的机会呢，去看到我们安镇新兴村的有一位尿路症的受益者，就是像我们这样做了一个分享。他说这个水很好，因为尿路症的人呢不能喝水，要严格控制那个普通水。而他这个尿路症呢，就喝了深圳新兴村这一款水呢，他就还很好，他身体还有。很大的帮助，恢复的还不错。这个实际上是挑战了我们现代人的这种思维的，挑战了医学上的一些定论。尿路症人，不能喝水，要控制水嘛，反而很好。然后他们能就
经过慎重考虑呢，就把这个信息就推荐给我，然后他们也希望我好。当时我呢，实际上还不是很稳定，还是蛮危险。一般的人来讲，在这种情况下，连着一半来讲呢，普通人会避而远之，根本不敢推进什么，对，因为怕承担风险。对对对对，是的。啊，那我们这一对学佛的这个夫妻呢，他们没有这些思维，他只是想帮助自己身边能帮助的这个有缘分的人。是的，是的。然后就给了我这么一个信息，我当时呢。就看了一下我们这位分享者呢，我自己的内心直觉感觉很真诚，就是他这种像我们今天聊天一样，他是在真实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他并不是说在故意的夸大什么，他只是真实的讲自己的这种体验这种感受，然后我知道人家内心是真诚的，啊，我这对夫妻学佛法，然后他们人很好，他也没有必要来欺骗我这么一个在死亡边上这么徘徊的人，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呢，我就直接选择相信。当时我呢，就选择去喝。但喝的时候，其实我没做任何了解，就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水到底和普通水是不是不一样，有什么原理，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只是凭着这种直觉，我应该相信。我就去喝。我喝的目的呢，最开始呢，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普通水我喝下去，我大量喝下去的感受我会知道，我身体会难受，我这很清楚，会有很多的负担。如果这一款水跟普通水如果有不同，那我的感受应该是不同，如果没有什么不同，应该就是一样的。那我就很简单的这么思维，然后我就直接就拿起来，我就开始大量的喝。那在这之前我是有两年多的时间是不敢这样喝水，基本上再咳口呢也只是漱漱口就吐了，不敢咽下去。那这样呢的话，我就第一次我就放心的这样就喝，那结果如何我也不知道。那我跟我家里人也做的这个交代，打了招呼，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如果我的体验如果是有问题的话，那有可能还会进医院。反正我在想呢，我已经进医院，而且有那么多次了，费用花那么多了，这种机会呢，不管如何可能性在，我愿意去尝试。尝试有两种结果，如果不好，那可能还会进医院，那我是说我可能还得辛苦我这个家里人，对吧？如果好，那我们可能这是一条新的路。那我们应该值得去尝试，因为我有这个那种证，别人没有。1、2、3我老公饮了两日的水，又喷两日的水在他脚那里，现在水肿全部都消了。来了哈，错过了这一次，预计要等超过2000年才能一睹一万孩子的风采了。慢慢，这就过来哈，拿来摆摆。我讲拿来摆了哈。其实他们心跳加速，我们也。拿来摆我啦。因为日本做游乐园，为了降低感染风险，哎呀，对呀，人他精神淡薄了哈。尖叫，以避免。那孤单淡薄，啉了注意，啉醉醉不醒，啉醉该。排毒出来啊，排毒出来，你会应该通埋分，以及结果也会清啊。对啦，手哎，叮当哎，去吧，慢慢解开，去，要去，哎，去了嘛？等你去不要关哈，等你不去啊，等你手不灭去啊，我都要去啦，哦，都在底下运动咯，运动的。好啦，欢喜啦，过来那么只，只过了就有力了，只过就有力了。
เออนะรู้จักเดียคูกี่ไหนอ่ะกะกี่บ่มีจักเดียคูอ่ะเออเออชิวค่ะอุละเนี่ยล่ะชิวค่ะอุละเนี่ยล่ะใช่ล่ะ好来，今天我到我朋友家，哎，介绍个帅哥，靓仔，叫咩名啊，靓仔？系、哎，我叫 James。James 哦、哎、，OK，、啊、你系咩情形要饮呢个水啊？中风啊。中风哦，嗯、哦，中风几年啊？八年。八年咯、哦，哦，点解啊？有咩好效果冇？啊，饮咗水依个只手有力噶。哎呀，咁好嘢，哎呀！嗯之前是去到哪里呢、那个手我之前我不记得了。啊是啊没那么有力。啊所以可以握手就有比较有力。好有力啊哦啊好事啊好事啊太好了。嗯那你咪喝到好有效果那你继续喝下去啦。是、啊、OK。OK 啊 OK, 嗯。